那么今天要向各位来讲这个主题，叫做台湾主权地位的探讨。那么真欢喜您上过初级班，然后过来上这个高级班。那么我伫遮调查一下，无上初级班就来上高级班的举手，我看卖。哦，安尼算大家大部分拢有上过哈，上过初级班。那么来遮上吼，算三工两暝，我那不哩遐辛苦，因为大家离开教室足久啊吼，要安尼好啊坐多遮坐两暝三工吼。啊，那无简单嘞吼。那么这节课我差不多两点钟的时间。啊，其实我这个主题准备的资料差不多会当讲四点钟吼。那么我尽量较精简啦吼。好，那么其他话我就卖讲，直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高屏地区的原住民啊，我是平埔族马卡道族的后裔。马卡道族介少人知影吼，那么其实咱台湾人有足多，超85%以上拢是平埔族的后代，吼。那么高山族其实也十几族，咱平埔族嘛十几族，吼。等下我会讲吼。那么我过去捌参加民进党，民进党拄成立我就加入吧，啊迄阵。阿袂解读解言吼，那么风声鹤唳，我囡仔细汉多生了要抱咧，我朋友拢讲我笑诶，看你笑诶，你安怎无惊要嫁人饲？你用你爱乖，无惊就嫁人饲啊。啊，但是我决心就讲，我一定要甲国民党冤了倒，但是靠我一个人诶力无够力，一定爱集咱台湾人诶力量来甲冤。啊，有这个政党成立，我当然就毫不迟疑就加入去吼。但是真可惜，民进党前的头几任遐主席拢做了真好，尤其黄信介吼，这个我足佩服的。伊出钱出力，卖厝卖土地安尼，迄阵民进党无钱嘛，企业界有钱的人唔敢捐钱给民进党，惊国民党。用澳波，我派人去甲查水，吼、哦，所以民进党已经真散，薪水也发袂出来。黄信介这个主席就还去卖厝卖土地安尼来付党部的开销了，对吧？吼、哦，后来渐渐民进党咧教育民众，有论述，有目标，所以一直扩大，所以尾下就较无欠钱这个问题。但是到施明德甲柯信良咧做党主席，就走正去啊！吼、哦，施明德讲要喝迄个金马撤军，吼、哦，啊要喝和解咖啡有无？啊，这我足无法度接受，因哪呐？你要跟咱的敌人和解，你要注意哦，中华民国跟咱是敌对啊！日本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咱日本包括日本的台湾，是跟中华民国咧相战的。咱牙枪咧烧台，当然是敌人。但是真可惜，台湾人迄个国民党，这70年来，啊，党国教育、育民教育，教教台湾人拢一半以上拢认同伊是中国人个，好、哦、认同中华民国，好、哦。所以，伫这个前啊。咱台湾人伫228事件，咱台湾人的精英30000多个，哦，日本开50年较训练台湾人，伊才精英出来。国民党伊走路要来台湾，伊知影讲若要管台湾吼，若无甲这精英抬好死，无法度管台湾。因这拢领导者，会当领导抗暴的，吼、哦，所以真可惜咱这精英向抬死。咱每一届外来政权入来，咱台湾的精英就爱去死一片，吼、哦。OK， 只要你若反抗，就抬掉去，吼、哦。所以有的人讲，啊，恁台湾人太即摆遮软正，柯文哲讲一句话，哦，足合我的心意，拄好牵我足气的。伊讲台湾人400年来精英拢咧互抬掉，那么精英抬掉拢剩较软正，
所以两只带两只生下来跟两只基因就好的都抬掉去 OK 所以现在台湾人加做两脚一代不如一代我有时候常以我爸爸的那代来说我爸爸的那代叫做日本籍受日本教育的做日本精神而且他们都做有信用日本人来台湾教台湾人教什么台湾人就都脱胎换骨了第一有信用第二修习再来修法这三项高级的民那个人民你如果没有这三项就不算是高级的那个公民讲到修信用以前我爸爸说我如果说就要尊重了不用签契约做到中华民国国民党来了中国文化带来了开始有违建开始讲话无算话拍契约拍拍来合约书写一本这大本无效给你倒给你骗休时间日本时代火车咱咧讲火车上计是万分，有无？咱咧讲火车万分，中国人来了，咱的火车叫做误点，一分甲一点钟是差六十倍呢，吼、哦。你来去中国，搁较食力，因啊误点吼，有时就过了几啊天，吼、哦。好，所以咱台湾人精英去用台钓，你失明的要看人啉什么和解咖啡。伊无甲咱回事的，无甲咱赔偿。啊，你去看伊咧啉啥物好解咖啡？你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哦！所以这点我做无谅解。过来，柯西良讲要大胆西进哇，要甲台湾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方式拢要起去大陆去教因，教到即马甲中国饲甲一只只大只。你即马要看伊小因吼，就变个了，吼、哦！要看伊小人，真正就变个了。以前阿强啊，拢飞行器唔敢飞出伊个沿海，想出来，足惊伊挖入海峡中线。那么即卖因一个咱替伊去教因安怎做，做一挂高科技个物件，吼、哦，即卖试下个，即卖伊会听话讲对一条线，吼、哦，是伊个啊。即卖讲钓鱼台也伊个啊，较早拢唔敢试穿，吼、哦，讲南海也伊个。啊，这做袂见效啊！哦，咁国民党同款哦，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兄弟党，这个你也记。啊，因拢当叫做中国人，国军、共军拢总是叫做中国军，这是无唔对。你也记，黄埔军校是苏联人提钱、提设备来成立的。蒋介石做校长，周恩来是做教务长，所以因加出来了，尾啊分做两派，一个是支持延安毛泽东，一个是支持蒋介石的部队、哦、所以国共内战的时候，那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因为毛泽东靠他做情报工作，安插足侪情报人伫蒋介石的边啊、哦，好，那么。这简单就过去了、哦、那么民进党让我失望了，我有魂无体通活，这飘荡的是，哎，无外久出现一个建国党，我这目标明确，这都看我做一下，我是深度的，哦，强烈主张台湾独立，家己一个国家，台湾人管家己，啊、哦，卖由我来监管去管，这是我较早错误的思想。因为咱无独立的条件，因为咱这块土地有主人，唔是无主人。好、哦、，OK， 好。结果，这个建国党成立，我就随加入吧。哈、哦，我无两年，哈、哦，年外了，就迄个民进党甲渗透，用一千个人头党员加入，改质变，中心选干部，拢民进党的人占伫个干部呢。所以又质变了，不作为。本来这个建国党是拢是高知识分子，拢是什么呢？
师资辈拢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律师拢师资辈的，对吧？最近不哩啊管，民进党惊着，所以伊较用奥博讲，要甲这个党甲创个无。所以这民进党为只话真受气的讲，你为着你党的利益，因为伊知影讲，民进党拢一般较普罗大众，哦，拢穿天拖的，哦，拢一般的。伊不要看这个建国党联合，建国党这些师资辈人教授作画写文章讲论述，你敢要配合嘛？伫文的顶端，伫媒体，哦，伫 B 站顶端，你写论述拢好，这些建国党的人去写。那么街头运动还是议会，你民进党来做嘛？两个来搭配嘛？结果伊甲消灭掉。甲即马你来看，民进党作无论述的能力，无所讲新的论述出来，要甲台湾带去啥物方向，讲袂清楚。好，所以唔开，假定零2008年选举输遐忝，输200万票。啊，迄就是你的论述能力歹，袂晓带台湾人，要行去啥物所在去啊？啊，所以民进迄个建国党阵安尼，阵消防的阵无作为，啊，我伊个有魂无体，毋知要飘去做，飘几啊年？我就无参加民进党的活动，一直到2006年七月中的时候，我看报纸，有看到一个小方块，有咱这款美国台湾旗，那么我就讲，他有这款的物件吼，尤其我从台中，伫这个。5路1号高雄市啦哈，5路1号有看了插足的迄款美国台湾旗，啊这个，我台中看了迄旗啊，迄拢足外旗哦，70几路边，我个想哦，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我就是安尼想，无想讲，迄是咱秘书长伫遐咧选高雄市市长，为着要推广伊这套。台湾的新论述哈，啊，那么我咧讲报纸看，讲这个敢那立军的哦，啊，佮有电台频率，我甲转来听，讲了佮我听来吓呢，台湾味的，啊，讲迄礼拜拜六，伫公司黄昏市场目标去办演讲，我就去啊，去到现场拢分一支小旗旗啊，前半段，前个说咱先市长演讲。我说人先做我演讲啊吼，甲伊张文明加只开，后壁秘书长压轴起来讲，伊讲佫比说人先佫较好讲，迄个气势拄啊堪2000年啊，变来咧选吼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同款。好，我迄讲，旗啊会加，本来对政治拢冷去啊吼，迄个迄讲迄个秘书长差一个，恁即开安尼烧39度，烧到即马还袂退休，所以我对秘书长已经8年外。今麦来开始先来讲咱台湾人的新闻。咱平埔族你看有13族了，哈，为北部开始吼，宜兰、克拉曼族、克马兰族，哈，台北地区的凯德格兰、哈，凯达格兰族了哈，啊，桃园哈，桃竹苗叫道嘎斯族，哈，啊，个巴这个巴布拉、马布萨、巴寨，这是中部，苗栗、彰化、台中、南投，哈。这是这三族啊，佮包括玻璃窑一个格哈乌族啊，其实这拢伫中部咧活动。格哈乌族因真侪是因为汉人来了吼，屠杀足侪种倒入去玻璃盆地啊。好，佮来嘉义分林的洪雅族啊，佮来台南这个上大族的平埔族、西拉雅族啊。过来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好，我就是马卡道族，啊，还有呼族、龟伦族、大满族。那么大满族就是迄个2009年莫拉克风灾小林村灭村，因就是大满族。那么其实大满族跟马卡道族是西拉雅的支族，然后因为真大部分的语言会通，哈，就是伊的分支哈。那么马卡道族是这个小中庭。选到高雄市长吼，拍败吴敦义，选到了为了纪念高屏地区吼，阮的马卡道族，
所以有开一条道路叫做马卡道路，啊，伊是开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开一条马卡道路，马卡道路，啊，啊，就无用道路啊，就已经有一个道啊，种马卡道路啊，所以叫做马卡道路。那么你若要记这个路，无记阮这个马卡道路，真好奇，我讲你一定记得着，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回家来弄个包死的，啊，我就是去做的，哈，啊，你就会记的，哈，好，好，过来高沙，台湾有两大族群，你甲分做，住伫较平地的西部平原，哈，你主要原来叫做平埔族，就是拢住伫较平地，哈，头拄啊七十三族，哈，哦，即拢住伫较平地，拢西部平地的，哈，啊，过来就是住伫高山，哈，中央山脉，哈。以东呢，哈，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卑南、卢凯、周族、塞夏族、雅美族、邵族，哦，克马兰族是中华民国有声音，哈，所以伊个列伫进来底。泰鲁格族、萨基拉亚、哦，塞德克族、拉鲁瓦族、甲卡纳富族，这两族，哦，是到半年前才开始中华民国有个声音，现在有个声音，因为这两族。人数足少，这两族加起来无超过一千个。啊，是咱那头拄仔咧讲个上大族个平埔族，国民党唔敢甲承认，因为太济咧，吼、哦，迄、那个百几万人。即马只个族群你甲加做伙，无超过六十万人。啊，你呐，西拉雅族、中华民国内政无哪甲承认，更，互因入来做原住民族。原住民族迄个预算，吼、哦，伊迄、那个。迄块饼才遮偌济呢？即马百几万要搁你来分，你看即六十万的即个高山族一定会抗议吼，可能搁反倒搁背开吼，迄个粗糙。OK， 所以唔敢和这个西拉雅族和相入了哈。OK， 那么最后一组注意塞德克族，有人去看过塞德克巴莱亚丘奥看麦电影？我足少呢，这片恁一定爱去看。若有机会去租影片，还是 YouTube 看找有哈，找来看。哦，咱台湾人骁勇善战哈、哦，尤其是高山族的泰雅，还是塞德克巴莱，因咧做个修正的，做个游击战。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当遐尼近去把菲律宾退来，咱的高山的这个。义勇军有真大的功能，因为因做个丛林作战、游击战啊，奇袭美军的一个基地，哦，两万几个人去哦，日军甲包围裂开，就是咱这高山义勇军为后壁，因为后壁是高山，迄个基地美军的基地头前平原，伊拢守头前啦，想无可能为后壁啦，咱高山爬山，敢那咧行平地。为后壁来个突袭，或者咧，因内底迄个布网拢散掉去，哈，所以真紧的菲律宾去哦，咱日本皇军退了，哈，好，好，你嘛过来讲这个，咱的目前登革热，哇，台南地区爆发这半年来，甲进吼前几工啊统计已经，敢那台南市就两万一千几个啊，啊，我这资料较久啊，哈。那么高雄市现在已经5500几个，啊，你主要看怎会台南跟高雄的登革热会爆发疫情这么严重，啊，我一直在怀疑啦，因为那当时日本军来牡丹车事件来在牡丹跟我们的南台湾族修建建死五十几个而已，但是破边死的五六百，什么原因？就是着登革热啦，啊，水土不服哈，来遮，因为咱遮蠓虫、弧形作侪嘛，啊，因食物件伊个弧形沾着，因无迄个抗体，就落屎、脱水死啊。虽然有军医队来，但是因对这热病哈、热带医学无了解，所以作侪医袂好，拢破边拢死，所以就惨。虽然拍赢，但是惨胜，叫做惨胜。所以马关条比迄个日本摕到台湾了，
因赶紧伫台北设一个热带医学病理研究所，吼，专门咧研究即个热带医学，哈。OK， 那么你个想讲，那登革热会伫即个所在遮严重，哈，台南市甲高雄市，啊，其他所在拢个位数，你主要看台东，吼，这是一个月前台东较七个，啊，屏东县105。我都都上网去你看，屏东县即马敢那133个尔，哦，增加速度足慢。但是高雄市，他都我看去你看的资料已经5000+个，台南市是21000+个。啊，啥物原因？那伫即个这两个大都市，即、這个得病遮侪，就是因无像咱平埔族原住民，还是高沙族原住民对遮蚊虫有抗体。哦，咱有定无问题，咱有抗体甲抵抗。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蒋介石代替美军来占台湾，拢为高雄港上岸，为基隆港上岸，所以造成啊，因为北部较冷，咱这登革热蚊啊较袂伫遐不容易存落，所以会发病伫高雄市、甲台南市。啊，台南市啊。电信公因来清朝来管台湾，台南叫做府城，就是汉人伫遐生团较济个所在。所以我伫怀疑讲，即个一定着登革热，真侪拢因有中国的基因，啊，因所谓汉人的基因。无你主要看，那伫屏东还是花莲，花莲拢个位数，哦，十个尔，哈，上计是台东七个，有无？啊，花莲，你注意看，都你若较庄卡，都汉话较少的所在，拢个位数较侪，拢无超过100个，吼，无三位数的，吼。所以你为遮，你来想讲，现在有这个状况，这跟基因就有关联，吼。好，进入主题，咱来看这個，吼。好，1945年，高伟切迪麦克阿瑟发布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盟军来受降，占领台湾，这个是有法律依据，吼，这合法的牌啊，哈。好，但是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国共内战输，大败退，因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这个来的非法，所以蒋介石，哦，带隔壁200万的人过来台湾，这对咱台湾是非常大的伤害。你注意看，到尾200万咯、哦。那么你会记1970年代越南战争，吼、哦，南北越去修建，尾下美军放弃越南的时候，无偌久，规个越南就迄个越共甲占领。迄阵逃亡出来的这个越南的难民，敢那30000人走去澳洲，澳洲的政府读个毛咧烧，哀叫，30000个了。那么你甲想，澳洲的土地是咱台湾那边200倍，目前澳洲的人口跟咱差不多，哦，原来差不多2400万。咱的200倍土地，竟然迄30000就被澳洲的政府摸咧收啊！啊，你甲想，比咱搁较早，咱比因搁较早，吼、哦，早尾吼、哦、20几年前，咱台湾接受200万的难民入来台湾，咱的许多人因咧待。要安怎饲这人，甲饲来？啊，这人忘恩负义，吼、哦，食台湾，吼、哦，用台湾，啉台湾水，搁嫌台湾，吼、哦，搁甲咱看讲，咱是台巴子，啊，公因是高级外省人，简称高外人。你甲看，你看这款中国人忘恩负义无？哈、哦 okay。过去那难民袂使有武装。哦，你讲像即嘛，叙利亚内战，叙利亚难民走去澳迄落欧洲，有无？即嘛干呐？安尼10几万入去欧洲，规个欧洲遐大，吼、哦，10几万入去，欧洲即嘛大家忙咧烧啊！伊即嘛欧洲遮富庶富足哈、哦，生活水准遮悬，生产力遐悬，伊嘛大家忙咧烧。我、哦、所以你甲想讲咱。70年前，咱要接受这200万人入来，
你足够食呢？你两百万人要足够食物件呢？啊，所以我现在我囡仔台湾是出产米，米足丰富的吼，一旦外销换中国人来了，咱无米通去食，咱来食番薯签。我番薯签食有够济，吼，我爸嘛食有够济。我爸咧布条啊，要食白米饼干了。我若要食白米，就爱亲戚朋友来烧做。阮阿姨、阮阿嬷因哦来，靠煮白饭呢。结果下骹嘛是炒番薯签饭，点完白米一连，得予人客食。换阮去食时嘛是搁食番薯签，然后几条啊饭皮哦，迄落白米吼，破薄了，薄了特别香。那么六七年前我。有农事所遐吼，改良场摕到新的品种的番薯，我种了。我甲阮爸爸讲，爸，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好，慢，哦，见老食足济，爸食甲惊着。但是我即马，我爱食咧，即马改良的继续好食。我饭我带互伊时，我头上两三万伫内底，伊即马伊食着，哦，即马番薯真好食呢吼。即马番薯是有钱人伫餐厅咧食吼。过去你这个难民，你要去美国人的国家，绝对袂使揸武器，拿武器伫边界就给你锁脚起来。但是这批武装的难民入来，咱无法子安那。咱的日本的皇军见到，吼，拢要赶转。那么而且咱嘛无武器拢要收起啊，所以咱尾仔二八事件，他们咧烧战，咱无武器，所以咱战输啊。所以无甲因赶走，好 ，OK。啊，你注意看，这伊拉克哈、叙利亚的难民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所起的难民营，这是联合国替因起的 ，UNU 啊 ，UN 就是联合国，联合国的迄个难民总署替因所起的这个帐篷的难民营，是安尼哦。这联合国起的就起个安尼看安尼都。无讲介舒适，但是你注意个看，中国难民来台湾住偌好，你注意哦。上高级别难民伫北高两次哈，难民，这第二代，他在第一代是起一楼尔，尖厝遐哈，乌遐厝哈。咱台湾人起好，即个难民多。你嘛讲三四十年后，吼讲旧啊，危险啊，爱搁顶卡条顶起。我起遮水的大楼了大，这伫建国高架吼，台北市建国高架南北高架右边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这边起哦。大安森林公园就较在国际学社哦，吼，较条在起的。个。啊？两个审计的时候就讲话，做农村那个政策改建，他都不讲农村改建。哎呀，对啊。啊，就是奇怪，搁开。编预算编六千亿的代表，你予因建村改建，从来没有讲咱农村改建对，无补助，所以阮兜起的厝，拢阮爸爸开钱家己，阮家己起的，吼，家己买暗门土，买钢筋，买砖啊，吼。咱做田做甲要死，因为所有国家的人民拢是等于一部机械的零件，你袂使看见任何一个零件。一个螺丝大概你这机械可能就歹去，但是独好，我特别照顾军工教，吼，尤其军人，包括因中国人，拢起即款即豪华，吼，你看佫有万平的草坪咧，互因遮中国人囡仔咧耍，放风吹，吼，啊咱，恁砖卡拢破破烂烂 ，OK， 好，好，所以我对咱秘书长开始对。无三个月后，吼，咱2006年七月，我实在秘书长，啊，伊伫十月二十号过美国，啊，这要过美国无遐简单呢。结果咱秘书长读到有够好个，伊足够闪，伊真正国际法读有通。伊想，较早民进党，甲一个去过美国拢过袂成，就咱秘书长去过，用人权的角度去遐过。那个美国的法院无在条线，所以受惊。敢那受惊，吼，咱秘书长欢喜个。我咧开会时就讲，咱对啊，咱赢一半。
美国肯甲咱收件，迄意义足重大，你知无？代表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呐、啊。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各界拢有啊，哦，表示台湾是美国咧管的，无你咱他们去告英国，还是去甲联合国告，拢告袂成。那么这个华为联邦法院有判五个哈，复习一下哈。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有二十几个有邦交国家，迄是中华民国派代表去跟人签的，唔是咱台湾政府去签的哈。啊，所以全世界有差不多190几个有加入联合国的，较22个国家承认，即马咧甲咱治理这个政府哈。所以我讲。无国际普遍承认，无190几个，拄啊20几个承认了嘛，哈。好，本土台湾人还阁活伫政治联合当中，哦。美军还阁占领台湾当中，哈。那么，法院要求美国行政单位，就是白宫还是国务院，这个单位要主动协助援交到咱本土台湾人，哈。OK， 好。过来，咱来看讲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法律宣言，即个位阶，咱来做一个比较。来，第一个，1895年所签的下关条，咱另外爱习惯用下关条约哈。过去国民党甲咱教马关，因为大部分呢签约的所在，迄个地方的名，拢会变作条约的名哈。伫日本的下关这个地区，地方所签的叫做下关条约。伫旧金山。是说签的旧金山合约，哦，在巴黎签的叫做巴黎合约。好 ，OK， 这个真重要哈，这个下关条，咱的台湾本来变作好的就是下关条约，但是真可惜，第二次世界战后战败，哇，咱日本政府去跟他们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两个是国际条，这个是两个国家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这个。有51个国家签，但这51个国家内底，就是无中华民国，嘛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家无入去参加签啊。因为迄阵，什么人要代表中国，真火嘞。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政府，美国支持中华民国赵罗则来自台湾这个流亡政府，啊，所以无得签。而且，你若讲要签，代表性有问题嘛？中华民国已经是灭亡期啊！好，所以尾啊，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美国主导，所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即天，爱生效了，吼，伫美国的强力运作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我们叫做日华合约，日本跟中华民国所签的合约，但是伊是爱依旧金山和平条约做母约，所以旧金山合约内底，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所以来到这要阁签这个，伊无法度阁放弃第二届，这个物件已经无伫我手里了，放弃出去啊，我无可能讲阁放弃一届，互你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常讲用台北合约啦，还是开罗宣言，要甲咱骗讲，因为这两个，哦，台北合约包括开罗宣言，台湾甲澎湖已经转让给中华民国，无这个代志。你要甲看条文，拢无这条，哦，所以你要叫中华民国提供啊，台湾澎湖当时过户给你中华民国，你提得出来看卖，拢讲袂出来，文件拢提袂出来。拢用自己嘴巴来讲，啊，根据台北合约，啊，根据开罗宣言，拢无效，啊，好，但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跟阿强啊建交，啊来跟中华民国断交而失效，所以台北合约已经失效啊，好，那么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美国赶紧订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继续管台湾。哈、哦，你从来冇看到讲
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俄罗斯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就是独到美国会当直接伫因美国的参众议院内底拟定，吼、哦，上信审查通过，无招咱台湾人参详。这个台湾关系法通过了，佮进行在台湾实施，嘛无咱台湾人同意，伊就甲咱进行实施。伊是安怎有遐大的权力？就是伊是占领国啊，吼、哦，伊是台湾的占领军。好，过来1943年11月25日开罗宣言，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唔是宣言。哦，伊是发一个文，互全世界遐来采访的记者，互伊发消息等于的国家。一个新闻公报呢，但中华民国就给你讲较好，迄是一个宣言，而且内底都无人签字。迄当时照讲有四个国家会参加，四个领袖：丘吉尔、哈、啊、罗斯福、啊个斯大林、啊蒋介石。斯大林作册蒋介石，听了蒋介石要来开罗开会，斯大林袂瘾出来开会，吼、哦，袂参加。那么这个新闻公报够有效，那伫因后壁吼，讲话算话，较有诚信吼，后壁个国家较先进，讲话较算话。你若好啊，照美国意思是有效，因为美国迄阵创一个大战略，就是讲，迄阵国共唔是，迄阵咱个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一半个中华民国江山，吼、哦，沿海所有省份拢甲占领。蒋介石走的秘密，四川重庆雾都，对吧？啊，而且伊已经派个密使、特使出来，跟咱的日本的皇军的总司令咧和谈，准备要和谈。讲好啦，啊，无就一半，互你占的准煞，剩的咱卖搁占啊，占来死足侪人，吼、哦。啊，剩的我蒋介石安尼。罗斯福伊的情报人员知影这个消息，所以就调工创一个大战略，讲就蒋介石讲来，你来。我给你尊称你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中美英法苏的领袖，吼、哦，啊，你来开罗开会，啊，将来哪个日本打败，我搁甲台湾甲平和，还我你中华民国，吼、哦，啊，我给你武器，给你钱，给你物资，给你粮草，吼、哦，蒋介石，中国人都爱钱嘛，爱民主嘛，吼、哦，买我美金，买我武器。要我牛草，啊，佫甲我尊称我是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哦，迄偌爽嘞，当然就来啊。美国意思讲，你继续替我抗日，吼、哦，甲日本黄金百几万的黄金，互伊献在中国安尼。无你若讲和谈了，伊百几万切一半出来，切五十万出来收台湾、收菲律宾，美国若要反攻，伊要死足的美军。所以他們美國跟我們開錢，給你物資，給你武器，給你錢，你中國軍，你替我把日本軍搬到中國裡面、啊、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說將來你中華民國不能對外擴張，結果戰後毛澤東的政權、啊、發動這個抗美援朝，百幾萬的解放軍為北韓那邊怕南南，遐么规个南南，遐么要占领有无？这个就违反迄当时的迄、那个吼、哦，所以莫怪1950年6月25日韩战一个爆发，迄阵美国的政策开始改变，迄个杜鲁门总统发布讲台湾海峡地位中立化，啊派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毛泽东起兵来打台湾，安尼美国无法度两面作战，也要跟北韩休战，啊，也要带台湾者跟阿强啊休战。吼、哦，第二嘛，不要让蒋介石发动战争，讲要反攻大陆。所以，为1950年6月27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了，遐开始反攻大陆拢假啊。所以，咱用骗反攻大陆骗有够久的有无？我记我小学读小学时，阮个围墙拢是啊，反共抗俄，杀猪拔毛，有无？啊，你看看，即马有成哦，咱即马要搁杀猪拔毛啊呐？即马个选举
朱立伦，哦，做东主席，搁做总统候选人，啊，搁伊马英九搁创一个行政院，叫做毛治国无？啊，拄啊朱毛，这回真正这汇率这种国民党拢汇率，那即马叫做朱毛毁邦。啊，你看这个马英九吼，我即马讲了马英九来个消遣者，这个人哦，真正。敢那做唔捌世事安尼吼，不是咧出错啊，见讲话就出错。伊讲洛阳就是洛阳健康猫啊，好无？即款你讲有够无常识个吼。啊，而且你个看，伊即马用猫咧治国，好无？伊较早连都无用头脑咧治国，啊，即马佫叫者用猫咧治国，哇，毛治国。我请问各位。这七年外来马英九做总统，恁有过了较好过无？收迄、那个收入有较好无？好、哦，啊，这有原因，我讲一个故事哈。伫美国咧开一个迄个显微手术嘿医疗这个国际研讨会，好、哦，艾伯西啊，下午茶时间有三医生伫咧走廊遐度咧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啊，一个咱台湾啊，日本迄个臭屁讲，因伫十年前哦，因为显微手术就挂搞，讲有一个囡仔落咧迄个捷运，还有捷运的车，甲手搞甲脆脆脆，因用显微手术甲接起来，啊，迄个囡仔十年后十五岁，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吼，弹钢琴叫第一名，啊，另外美国这里去来陪讲，阮。十年前，我嘛有一个囡仔十岁吼，迄个车搞过吼，两只脚搞到脆骨骨，我甲截肢，啊用迄个鸵鸟的脚甲倒起，啊十年后二十岁去参加奥运比赛吼，招标嘛得冠军，哦，啊表示讲这前列手术嘛接了足好个，啊即马来等咱台湾这医生看安怎操个，咱台湾的医生讲，嗯，阮二十年前哦。我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壮年人，哦，完了车祸，弄一个头壳破去，迄脑拢喷出去。我用底下脑甲倒入去，甲移植入去吼。即马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然后猪脑，现在连用猪脑治国都不是用毛在治国，哈、哦。好，那过来咱来分贴。台湾的主权哈，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丧失国家交战权啊。日本阁袂当发动战争哈，而且袂使主动履行防卫台湾的义务啊，爱等美国同意啊，所以袂当主动。过来，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同意之下才可以被动履行其国防方面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好，过来，美日安保条约正讲是对日本对台湾还阁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证据哈。美日安保内底讲周边有事，较早唔敢讲，上早以前的美日安保条约无咧讲周边有事，哦，迄时头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写周边有事，而且较模糊，不爱让引起阿强来抗议，所以干那写周边有事，啊，周边到底，其实美国默契是，他巴士海峡。以北拢算是北，包括台湾。你若日本迄个北安拍，还是迄个阿强阿拍，美军根据美日安保条约，拢会当出兵来收听哈。那么拍到台湾呢，等于拍到日本嘛，因为这块土地嘛等于拍到美国啊，这块土地要日本跟美国咧做咧管的啊，哈。即是当然日本是被动哈。那么日本的参议院已经审议通过新的安保法案，哦，这个安保法案伫顶个月九月十九号，引用149票对90票通过哈，哦。那么这个内底新安保法案，包括内底包括自卫法哈，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包括周边事态法，哦，这周边有事，佮愈讲愈清楚，就是包括。只要应用到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无石油，
无能源，所以伊个石油拢爱为中东运全世界安尼运，那运拢爱经过马六甲海峡，吼、哦，经过南海，经过台湾海峡，这条叫做日本的生命线。这个生命线呐，有受到威胁，日军可以配合美军出动部队。以前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日本军袂使提前去跟人作战，伊干来当做后勤补给、医疗的这个代志尔，袂当真正加枪。啊，但是因会当加枪过家的营区。但是袂使部队派出去跟敌军休战哈，跟迄个伊拉克迄个什么共和卫队休战袂使。等到其他的国家爱派兵保护，外围就是联合国部队咧保护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但是呐，即马通过这个新安保法案了，日本是当出动军队啊。即马会当甲改做国王军啊，以前。和平线内底第九条讲啊，日本无交战权，嘛袂使有军队哦。啊，现在尾有自卫队，就是韩战爆发了，住在日本的美军规个派去支援南韩修建，日本煞抗议啊，无人咧顾。所以美国我那想着讲，规个互恁家己成立自卫队，哈，啊，迄阵无。日本无自卫队，遐军人拢四散伫民间，咧生产一寡高科技的物件，较在录音机、录影机、卡米拉、吼、哦、电子产品、电器用品，拢外销全世界，赚足侪钱。啊，美国算得袂好，我拢咧替你顾国防，啊，实际被占领地区的国防是占领军，你美国你爱负责个。啊！你去和平线话讲，改革讲袂当有军队，啊，不然伊讲无号一个较中性的，号做自卫队，啊，所以自卫队是安尼来哈。好，所以即卖有这个新安保法通过，允许日本以武力的方式，会当介入国际争端，啊，即等于配合美国要做反恐也好，啊，还是要打击这个啊敌对国家哈。好，啊，所以咱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台湾香港各地地位是日台湾跟澎湖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啊。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占啊。好 ，OK， 好，过来，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有啥物依据，有啥物迹象。那么真侪台湾人讲，我拢无看到美军，哪有咧美军咧占领台湾？好，啊，咱为者来看哈，为者。你来遮上遮课，你等于人若咧问这个问题，你就一定讲解说哈。好，咱来先看 AIT 来哦新的这个会馆哈，这个占地20,000平，租期，哦，这个还袂够哈。好，开62亿，这是全世界上贵的美国驻外的大使馆。啊，上大间的对。在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因不是用汽车炸弹，所以伊拉克迄个美国大使馆占地足宽。啊，美国加分一个外围区、中卫区跟内卫区，啊，要入来的路，甲你开个弯弯翘翘，互你汽车炸弹无法度直线加速冲入来。好、哦、，OK， 好。那么内底建材拢为美国进口，是哪？唔敢用到台湾。美国有一个吃亏，就是。俄苏联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迄当时委托俄罗斯遐人去，莫斯科的人去建材用当地，结果起好了，迄砖啊内底拢用系窃听器，后美国发现了，哇，一寡太是安怎，一寡资料，今仔开的会，对方迄边就随知影咱咧讲啥，啊，贴一片墙来检查，哇，内底拢窃听器啊！所以美国准规个拢卡掉，完美国进口建材，美国的工人直接入去莫斯科施工，所以这同款，美国对中华民国无信任，哈，所以唔敢用中华民国的工人，内底咧起拢嘛，美国的人咧家己咧伫遐咧建造，干那边啊遐外围围墙，哈，靠咱台湾
本土的工人咧替伊去吼。好，啊，即你看伊咧去的时，拢旁无拢甲伊牵牵，无后你知影讲伊在咧咧变啥物吼。好，啊，即呐起火鸟瞰的预想图吼，安尼。OK， 那么这个周期是99年，搁加99年，等于搁要400年。你看周期有人做哈久的嘛？好，啊，这等于200年，爱搁点续约，好，啊，搁续约了就400年啊。这些东西在那个阿扁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美国，好，跟阿扁在那个福尔摩沙基金会都去签的，好 ，OK， 好。那企鹅将来进驻八百个海军陆战队啊，而且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建设啊，无人开遐侪钱哦啊，伊下骹佫有这个防核战的这个碉堡哈，这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伊这信号拢会当看，咱的新竹乐山的布鲁爪雷达连线。买定跟美国夏威夷太平洋总司令部来连线，哈，而且跟 Okinawa 那边哦，加州那空军基地再来连线，哈。好，过来来看防御性公投，啊，变在2004年，哦，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啊，啊，这就是啊变要过连任的时，哈，要选举的时，迄阵号国民党讲叫做公投榜大选，哈，国民党。给你揪后卡吼，给你背过。那么以前美国拢无好阿扁啊公投，你要公投啥物，你拢爱送件给美国过目吼。啊，即个阿扁啊足巧，伊创一个防御性公投，送给美国，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啊，我要防卫我台湾朋友，安尼煞袂使，所以美国只好默认。可以办公投，啊！但因为国民党右后卡背过，所以无通过，吼、哦，投票率足低。现在内容爱予美国看，免予其他英国、法国其他国家看，表示美国是头家嘛，吼、哦，正港的头家，吼、哦。好，过来台湾来发生灾难，美军会来救援，吼、哦。你来看莫拉克风灾，啊、哦，曼谷统领各驻外使馆讲，无要接受我外国的救援。讲钱来得啊，人唔免来。你看，马英九我爱钱哈、哦，而且有意思，要借这个机会，和解放军哈入来台湾。啊，这好几百，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国的情报系统虽得到消息，虽甲马英九抢，哈、哦，我国防部虽要派机、军机、军舰去甲恁救灾。那么恁中华民国？哦，台湾地理当局，你看我的对口单位，就咱的对口单位是美国国防部。你奇怪，美国有一个救难总署啊，啊那也不用美国救难总署，你用军方的，原因就是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以当然是美国的军方国防部出面，你指挥救灾，啊、哦、为。我今仔派军机运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救灾，吼、哦，这位我今仔话机场 C13 栋，吼、哦，历史型 C13 栋的运输机，在做一个防水布、防水建材，要来起简易的一挂避难小屋一类的，要和安置难民，吼、哦。另外这嘛，这军机啊，唔是一般的民用的货机。这是军机哈，而且你看这台南外海，这个超级种马的这个直升机，哈、哦，为船顶吊如头机怪兽，你来台南的空军基地，这种军机啊，你看这个色就知，那拢拢你看朴实的，深灰色的，拢是军方的，拢唔是迄个明亮白色的迄款民间的货机，还是这个直升机 ，OK， 好、哦，为啥会当看？军机敢会当凊彩入别人个国家？袂使咧，吼！即会当印证讲，美国要求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伊所讲，伊是台湾澎湖个主要军事占领国。有即个主要，就有一个次要。中华民国就是次要占领全国，
是美国委托伊代表美军、代表盟军来代替美国占领台湾甲澎湖，所以次要占领全国，主要头家就是美国。哈、哦，好，那么军机敢会当凊彩入去人个国家领土领空？袂使。叙利亚哈，伫、哦、去年土耳其的一个喷射战斗机疑似进入叙利亚领海领空呢。叙利亚的遏制飞弹，给下一个拍灾了，哦、所以现在美国军机会当轻轻彩彩入来台湾，哦，伊这块土地伊占领，所以伊有权利通入来，哈、哦。好，好，啊，这里跳过了，哈、哦。过来就讲，美国伫2012年5月20日，佮派军机载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廷啊，率领国会议员团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伊主要伊毋是伫美国来看，伊是一个局长了，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了，哦，毋是啥物总统。哦，台湾关系法内底讲话，或者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讲中华民国。哦，所以无国家，哪有总统？但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要和中华民国好管。管台湾好管哈，所以其实法律上哈，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伊是一个局长尔哈。而且你注意看，美国足无重视的，迄、那个马英九就职10点，就职典礼10点，因下晡才来。你若带新妇嫁祖囝，办到请中道的，人客下暗才来，表示无甲你重视嘛。过来，日本2011年3.11核灾，美国伫3月18日撤侨来台湾，啊，中国人上惊死，上大声撤侨，撤转因中国，法国撤侨去伊欧洲，吼、哦，啊有一部分撤去南韩。那么美国是安怎要撤侨，那也无撤去因的国土，吼、哦，夏威夷州，吼、哦，啊是伊的属地关岛，那。准撤来台湾，哦，而且伫桃园机场，你看 ，AIT 伫前一天宣布停止所有美国签证的这个业务，官员拢走来机场，家己咧验因的美国的公民的这个证照。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嘿，这真奇怪的代志哦。好、哦，你注意嘛，美方禁止台湾机场自设海关，伊家己设海关哦。海关是啥物意思？国家主权的代表啊，哈、哦，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啊。咱若要去人的国家，哦，比如讲，咱要去英国，咱得爱去英国驻台湾的领事馆去签英国的签证，哈、哦，啊，有这个签证，你才会当摕这个签证，包括你的护照，去到英国的海关的时候，人检哦，你有我的英国的签证，好，会当入。你若无这签证是袂当入的，原籍给你遣返了。所以，为遮来看，海关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啊。日本的政府的海关拄到吼握有非拥有吼握有非拥有，这个我来改做者。有时啊，你物件你摕到，无代表讲这物件你的哦。咱入去超商有无？你矿泉水摕的，是不是握有？但是还不是拥有，你要注意，你法律上。你还未去到收银台交钱摕发票了，你灌水照讲你还未当拍开起来啉，你还毋是你的物件。好、哦，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那么美国握有台湾主权，就是讲日本天皇台湾甲澎湖的主权的所权证，因为战败，暂时这个战争债还未付，还未赔，所以这个所权证由美国。等于第二手呢，哦，这个所管证叫第二手呢，但是所管证顶管的名，还有日本天皇的名，无过户嘛。啊，等于讲我，比如讲你有一家地土地，你要出租，哦，要一年要租10万，要租5栋，我来给你租，签契约，50万我付予你，签名签好，哦，伫大书呀有公证人签好了，就生效啊。
你就是放弃你这块土地顶管的管辖治理权。哦，我潘良华要在顶管要种山啊、种荔枝，拢会当种。但是五年到，你若讲不爱做我，你就收回管辖治理权啦。啊，当时我给你做，做完成要个你的名，无办过户嘛，五年到停你，同款。美国若今仔要行，日本天皇可以，就爱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像琉球模式同款。琉球迄当时嘛是美国跟日本政府协商，日本讲啊，我爱去赔你偌济钱，你才要甲琉球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这条钱交了，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准甲琉球，包括钓鱼台。拢献我日本，同款。台湾若要去当去日本，可以，就爱日本政府去跟美国协商，看爱赔偌济钱的战争债。因为当时咱第二次世界大战，咱为高屏地区台南的这个飞行机场赔足的临时战斗机去轰炸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把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机拢炸坏。摕到制空权，有制空权，足紧就摕到制海权。遐美国海军无飞行机保护，就载咱的临时战斗机咧，甲扫射咧，甲炸。三个月，菲律宾就日本黄金甲摕来。麦克阿瑟，甲迄当时的因的自治的政府的总统，菲律宾总统，作为带去流亡登去澳洲，哈，逃亡去澳洲，撤退去澳洲，所以。为这个看，好、哦，台湾，你讲菲律宾拍死美军航空母舰，用神龙特工队讲轰顶飞行机去讲拍歹，美军死，美国大兵死啊！这个战争在你免赔吗？那美国好好无代无志，敢那一台车伫头前驶好，你为阿爸去讲弄爱赔无？一定爱赔。日本你无代无志，你去讲轰炸。珍珠港，好不好？所以这战争在台湾还没赔，所以还没等于日本哈，还没回归日本哈。那么，流氓政府海关欲握有台湾主权的哈，给美国，这是头家啊，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啊。而且我开用这个咧，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你中华民国只是美国派在伫台湾咧替美国咧顾台湾甲平和，安尼尔嘛。嘛，敢若讲，咱若转来到咱家，咱就是到门口，咱锁匙举起來，就要开门要入去啊。咁着去门边啊，咱饲一只狗，哥哥，我要入去，敢会使？唔免嘛。美国就是安尼，莫拉克风灾有可能机直接飞入来，船直接就驶来，唔免问你中华民国。这土地是我的，我咧管的，主要是我咧管的。嘛，敢若讲，你甲当作栋大楼，那么你一定有请这个保全人员咧过迄个门嘛，哈。蒋介石就是许派伫迄个管理室咧过门的迄个。啊，你袂使讲，我、哦、台湾我都台湾这栋大楼，我伫遮过大门过70年啊。这栋大楼变我的啊，敢有这个道理？无这个道理。你搁做较久，你就是管理员俩，吼、哦，吼、哦。所以是讲较歹听，较蒙古啦，吼、哦，较歹势。好，过来咱来看，2010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KC-139 号，这足偌只，吼、哦，降落伫松山机场，啊，这有来无？记者去甲采访美国 AIT 的官员，我讲啊，你赛季才接到这来要创啥 ？AIT 的官员讲，无啦，阮都 AIT 的一个官员内底，一个因一个红眼吼破病，我们用这只飞行机甲载去日本治疗，骗笑的。咱台湾的呆呆严重，敢无在条治疗囡仔病吗？啊，佫而且。
你若要医疗，嘛凊彩较济只，还是民用的航空器吼，一般的华航、长荣，啊，是日本的亚细亚航空，伊嘛有医疗专机啊，啊是甚至顶晚上改一个医疗专区，安得好啊？好，我们塞到这条接落只，其实美国是要来用这架飞行器来测商船机场的跑道有够用无啦？跑道的长度有适合载重重机械吼？以后呐，阿强啊，起兵要来拍台湾的时，头拄个 C 幺三栋历史型这个运输机，那要载舰车、载榴弹炮车，迄足大只、足重的，载遐重安尼落来，跑道会逼你袂，会歹袂？你测这个参数，要这足大只，迄内底底油底甲甜甜，迄是偌重呢？而且这飞行机佫调工，咱一般飞行机要起飞是逆风起降，无论你要飞起哩爱逆风，你要落来嘛爱逆风，安尼会将缩短跑道的距离。但是伊足奇怪，伊调工顺风起降，要落来是顺风，后壁一直个刹你也挡袂掉，你若挡袂掉，到尾伊拢变，好无？但是伊调工顺风试看讲，偌久较挡会掉，伊跑到末端了完。起飞同款，顺风起飞，嘛就是讲我遮重，爱拖后骨脚，我都飞起来，袂弄平。你得抓这参数，哈。OK， 好，来看台湾关联的第二条，美吉拉加斯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压方式、高压手段，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条作者台湾人拢讲，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上有保障，就是这条。哦，啊，这条嘛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好，那么你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哈，迄阵这个李登辉跟彭明敏迄阵开放头一届台湾人。一定自由来选举，吼、哦，唔是阁用国民代表来替咱间接选举，是直接选举，吼、哦，直接民选。李登辉讲两国论，吼、哦，阿强迄边就气不破啦，都甲高雄港甲基隆港外海画一个禁制区，讲我要演习，我要刺射飞弹，所有飞行机甲军舰袂使经过这个所在，等于甲咱封锁。这天大地大代志。因为咱台湾粮食自给率32%-37%呢，哈、哦，你个平均讲33%，咱三分之二的粮食爱进口，哈、哦，大多玉米、杂粮啊，加什么面粉，哈、哦，大麦。你若封锁嘞，台湾的电子产品，咱的五金机械拢无得外销出去，因为咱台湾是靠外销的，哦，咧维持的。这风势是足大条个代志。咱个战备粮敢若6个月，你若风势6个月，啊，咱台湾个战备粮也食了啊。啊，咱家己生产个，剩1/3。啊，你本来一天食3顿，怎啊剩一天只能食1顿呢？我台湾人呐，为着这粮食，我来抢粮食个哈。台湾迄个国民党教这70年，素质无像日本。日本啥物哩大地人，遐灾区个人。排队咧领救济品，无咧插队，吼、哦，无制造混乱，足规矩的，所以全世界足俄罗斯日本，啊、哦，好，那么克林顿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介护台湾，哦，伊惊擦枪走火，两架、哦，美国若派一架航空母舰来到你门口，领导门口。代表啥意思？甲你警告。伊若派两家出来，啥物意思？我要跟你小姐来。你咧封锁啥物意思？所以，迄两家航空母舰赛出来了，阿强啊惊着。本来伫东山岛、伫平潭岛，拢驻扎重兵，敢若100几个将军伫迄个平潭岛，按阵啊10几万的兵啊，按阵要围啊要起兵要拍，拢救伊，演习结束。
草草了了结。因为阿公迄阵知影讲，伊个科技、伊个技术，吼、哦，也无多跟美国相争，争个温室个温输个，也佫输个点点点，吼、哦。啊，就是两只航空母舰驶过台湾，台湾海峡，吼、哦，来保护台湾。OK， 好。其实美国就是一个中间人，哈、哦，美利后壁，你人中华民国来咧控制台湾人。台湾在你当过总统，无论是两蒋、李登辉、阿扁啊、甲马英九，拢是爱看美国目色，吼、哦。美国对台湾在你当中，拢下指导棋，吼、哦，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哦。所以你注意看，阿扁啊，两千年，吼、哦，五月二十九日，伊就职演说说讲四不一没有，根本是迄个美国。操控指导，这物件你要文告，你要演讲，就职典礼这个文，这物件你要送我美国先看过，美国给你修改了，你才会当讲。所以唔开始讲这四不一没有。迄当时阮在独白，好不容易甲台湾人陈水扁砸起做总统啊，阮足期待讲，伊起来演讲的时候，会讲到好啊。我们多欢喜，一定讲全世界无人做总统去，讲我这不爱做，那不爱做，那不爱做。嗯，大家去拢嘛讲，我要做这個，我要做这個，要做到让咱人民吼、哦、国家富强，人民落地拢饱饱，真正拢健康，生活幸福快乐。拄阿扁也去，甲你讲四不一没有，阮大家拢倒向遐，有够失望的。吼、哦，啊，那么咱来看讲，伊讲对几项，第一讲。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不路线，哈，第三，不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不变更国号，你看，不，缺工靠要，而且选一个棒屁总统，这个不做那个也不做，哦，啊，过来，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哦，够失望哈。各位初级班的，那我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开一台白色的福特9078D3的车子？9078D3没有啦哈，那有的话再麻烦请移车一下哈。所以为这个简单看，美国就是头家。美国叫你讲哪，你就讲哪；美国叫你袂使冲哪，你就袂使冲哪。好、哦、，OK， 好。过来，维珍占领授权书啊、哦。以前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但是79年一月一日，跟中华民国断交了。以前迄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等于断线，所以美国赶紧，因个国会赶紧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伊个本质嘛是代理美军占领台湾的授权书，所以这个授权书做出去就是讲，以前用派蒋介石、派蒋经国，后来你嘛甲当作讲美国一间做大间个素食店来台湾开分公司，以前总经理用派啊派蒋介石、蒋经国，尾后好恁只员工你用选嘞，选一个李登辉，选一个陈水扁，啊，即嘛选一个叫做马英九。但你若算到，爱美国总公司当属会通过发一个派任吼、哦、任命状来，吼、哦，算到中华民国总统迄、那个贺电足重要，都要贺电甲你承认，靠遵守。所以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阿扁也巴肚着枪个吧，隔工嘛是。阿扁也敲电话问连战甲宋楚瑜，啊，发生这重大的事件，听算好唔好？啊，因两个按照讲，因的民意调查赢足济啊，讲啊算无要紧啊，阮稳赢，阮明仔就要做总统啊，算咧到来讲输两万几票。好佳哉，迄届李登辉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这个活动有无？有去牵手亚洲我看嘛？哦，无介济呢吼。我迄阵咧感觉足欢喜，
啊，所以迄、那个气势加改，阿边啊，迄个做赢偌济，赢两万几千票，两万六千几个款，换算赢的比例多啊，赢0.228，你得去给我背未？迄二十八下英魂拢有起来运动呢，我赢0.228呢，好、哦，所以真诡异哈。好，所以美国爱拍好电来，你才会这样继续做这个总统。好、哦 okay, 好。那么台湾关系来，这讲台湾治理当局。未使阁讲中华民国，因为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无这个国家，这个国家1949年就无啊，是美国硬甲停，吼、哦。但是刘鹏政府，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包括台湾人的李登辉、甲陈水扁同款哦，吼、哦。好，时间无够，再读过落来吼。2008年车玉山四号政经兵队阿扁啊邀请马英九，马英九拒绝，但 AIT 处长这个杨淑丽与美军官员却已坐原爆甲车入横山指挥所观察。你注意看，美军官员，横山指挥所是，吼、哦，会使讲伫台湾的军队上悬的上隐秘上观看的这个指挥所。那一定让外国军官会当入，所以这是报记者写的。其实你要把这字改掉，你就知影。横山指挥所视察，哦，你用视察你就改清楚啊。哦，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下属，看你政经兵推推的好不好。好、哦、，OK。好，你看汉光演习。本来中华民国军的这個军车顶上拢有迄个车轮牌的迄个膏药吼，拢搭一粒伫遐，拢敷掉去吼，那依稀可见啦吼，拢要依稀可见，包括直升机这拢要依稀可见。但是哦，美国下令叫人来涂销，拢敷到安尼，我们无看的，啥物原因？因为美国国务院伊家己讲吼，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哈，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你甲看宾拉登，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哈、哦，宾拉登在当地用回教伊斯兰的教义，哈、哦，吸引一挂人来支持，加入个开打组织，哈、哦，来替做兵。啊、哦，所以，因美国家己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啊，你甲中华民国套去作下。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美国讲的哈。中华民国有武器，佮拢你美国卖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澎湖征兵，哎、欸，美国去占领琉球，吼，1945年4月7日去拍琉球，占领了，敢有叫琉球人做美军？无呢，因为迄是敌对啊。你叫琉球人来做美军，啊发 M16的枪给伊。爱多准提这枪来给你拍，因为是效忠问题嘛。多战后呢，嚯、哦！你台死阮偌济亲戚朋友，我几百岁里内底，你去发武器，我去做美军，我都要给你拍，对无？那么咱跟中华民国，咱嘛是敌对啊。伊那当在台湾叫咱去做兵，而且当地哦，比占领区的国防、国家安全是你占领者，你要负责的。你既然来，你派蒋介石的部队来，你都家己部队家己来管完好啊，袂使叫阮去做兵啊，吼、哦，嘛袂使叫阮纳税金嘛，所以就拢违反国际战争法。诶，后日啦，较来上吼、哦，好，所以这三个咱秘书长甲美国国务院，吼、哦，甲抗议，讲你若佫继续和中华民国这个党徽佫搭落去啊。我要跟你告，美国跟你告，所以国务院哦，就那个美国总统白宫下令哦，国防部还通知中华民国这些军事武器，那些标志拢要敷掉。好，好，而且阿扁啊要蹂躏前刺杀会谈，引起美国关切哈、哦。
阿边要落临前，前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个忠诚会战，随引起美国关切。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到台湾国防部查证，哈，啊，这是记者所写的，哈。好，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感觉关切，一名美国驻深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办公室问看有刺杀飞弹吗？蔡回答：试射而已，尚未生产。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这供销的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啊！好，一种刺猬战术哦，我若武器拢足轻足强足准的，阿强啊就唔敢随便讲要起兵要打台湾。结果，咱一个咧刺者，一个较长距离吼，中程飞弹呢，美国都咧烦恼啊，惊咱惹出祸端安尼。阿恁蔡明宪国防部长，都要搁个保证，我这是敢那讲，我这是创好看，我这个这做矛盾的吼，我这个矛吼，它的很亮，很尖很亮，只是装饰品啦、啊，我不必啥来堵人的对安尼。好，那么现在咱连飞弹的射程都要互管，啊，这有原因在来看吼。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你注意看，这三个你来加起来都要大日本帝国。韩国的就这样和平条约生效了就独立出去啊。台湾要去由美国君主占领。好，好，管制什么内容？第一，飞弹射程；第二，核子研制；第三，暂时军事指挥权。好，咱一个一个来讲，飞弹射程，韩国、美国，迄当时嘛，敢那温准韩国会当做300公里射程的飞弹呢？那么天安舰事件发生了，就韩国有一只军舰莫名其妙用鱼雷加一个定位。那么美国开放讲，和你韩国你会当做800公里的飞弹。但是800公里，你敢来当头前的弹头低300公斤呢？啊，你若做500公里的射程呢，会当低较大粒的弹头500公斤安尼。那么台湾同款，你看咱要试射中程飞弹，迄头头啊试射的，无经过美国同意，所以美国就随派人来调查。好，啊，咱若咧试射飞弹，拢会伫咧、那個、恒春东边的满洲有一个九鹏基地哈。底下咧刺杀，中科院呐、啊，飞弹做好了，拢底下刺杀哈。好，过来咱来讲核武研制，啊，足多，这三个地区，哦，拢也要做关注弹。尤其日本，你冇看这日本啊？日本遐核电厂说生产出来的副产品，武器级的布，那美国弹头讲一定要让日本来做关注弹。日本足底期间内，遐个布的遐原料，会当做到1300粒的原子弹出来。哦，这三个所在，哦，这两个国家，包括台湾，拢有核武器的制造的这个实力。啊，日本佫较厉害，日本原料啥拢技术拢有啊。但美国担一个头，讲一定做，伊就随会当开生产线来做。啊好，暂时军事指挥权，头拄来讲这个韩国这个天安舰事件了。本来美韩联军兵凶时，韩国的指挥官咧指挥美韩联军，但是呐战争南北韩战争的时候，就美军起来做指挥官，所以。在这个天安舰事件了，嘛，因本来开会决议讲，伫旧年2014年4月份，特别甲战争的指挥权要还予韩国军。对南南北韩战争的时候，是韩国军起来咧指挥美韩联军安尼。以前那小战是拢美军咧指挥，结果天安舰发生了。哇！韩国阁当下要求美国讲，买，你卖遐早甲战争的指挥权交我，还阁是你美军来
自由就好了，我做自由犯很重要。那么台湾呢，中华民国军现在呢有美国卡令，他们一个想定就是说，万一台海修建阿公要打来，台湾失去制空权，台湾失去制海权，阿公要登陆，那时候呢美国要求说，为西海岸往内测十公里净空，台湾的人民和部队都往内测这十公里净空，要从哪？就是美军的战场，美军的飞行机直接要来轰炸扫射，好，安尼较袂误伤咱台湾的军甲民，好安尼。而且嘛，美军直接指挥咱的陆海空三军，安那？因为陆海空军的司令部将要裁撤，司令部裁撤哦，干那剩指挥部呢？啊，这指挥部要听啥物人发号的司令？无司令部啊，无人咧发号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拢无啊，直接听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下命令，所以台军就是美军啦。啊嘛真趣味，即卖咱的 F-16 AB 型，咧上旧的，送去美国咧提升性能，哦，或者鹰展计划，哦。结果，咱的迄个飞行机电管有迄个编号，有一个美军编号，嘛有一个中华民国国军的编号，代表啥？这飞行机是美军咧指挥的嘛，唔靠美军的编号，所以将来咱若上去啊，佮改装提升性能的，拢有美军的编号啊。OK， 那么现在阿强啊，拍金门古宁头战役会拍。打败仗，本来拢建业一直前，甲规个中国江山占了，蒋介石闹跑走来台湾。啊，金门这些岛，啊，这岛顶泥岗，因迄阵的长征将军叫做叶飞，伫厦门，就招兵买马的，就是集合部队哈。啊，所有的渔船啊，拢捡起我来，几啊百只，准备要来摕金门。蒋介石主宰了。够上好啊！就派特使去日本，邀请日本去当时伫东北的这个指挥官，叫做根本博中将。伊看阿强啊，看苏联军修建弄建起来咧，佮带伊顾问团做一摆，改做中国名，叫做林保元。原来叫做林保元，就是保护。中华民国这个源头，这个命根呐、啊，改做林保元，佮穿中国军的衫，伫金门指挥，战术拢无同啊。较早国共咧修建，拢是黄埔军校迄套啊。即马日本军来做指挥官，指挥方式无同啊。而且兵啊嘛换台湾军，迄阵孙立人伫凤山高雄所训练的台湾军。咱台湾军拄啊好，要做日本将军，所以去守金门的时候，骁勇善战。遐老士官、遐中国兵拢秘伫碉堡内底比耍。郝柏村迄阵只敢那底下毋知做排长还连长尔，伫根本无中将的指挥下骹，伊即摆咧臭屁讲因古林头因外交修正，拢骗咱台湾人。是咱台湾人建的，是咱日本的美国的指挥官咧指挥的啦。所以保护台湾是上咧保护台湾兵啦，咱台湾人。所以因家郝柏村家吼袂见笑，因若做个小人，佮讲因常胜将军，因就袂走来台湾，对不对？你若常胜将军就甲毛泽东拍败啊嘛，甲延安占领嘛，袂见袂笑。那么这是国共内战哦，你也是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不是咱日本，也是咱台湾的领土，不是。所以将来迄种形容，哦，国际标标标的形容，你有材料你来标等，因为阮台湾人死足济啊，哦，恁中国人来，阮恁创两百万人来，阮台湾人吞食，这拢爱赔啊。故宫博物院这物件拢爱
国际标标标，你有在那里标等？来这背台湾，这恁中国人来这吞大，因甲咱骗讲，因创200万的黄金入来，台湾经济较好，足大的骗术。迄200万的黄金，因敢若发薪水，互因家己中国人来台湾这200万的军甲民吼，也薪水公告怎样？年半就开掉伊啊啦，咱台湾人敢有甲开掉？迄年半了，用因的钱，年半以后食咱台湾食到怎嘛？安尼，伊欠咱偌济？几个200万的黄金，200万两黄金。所以咱台湾人又骗到有够惨。那么现在阿强阿敢敢拍金门妈祖，唔敢拍台湾甲朋友。你若要摕台湾，绝对爱先拍朋友。甲今仔唔捌有一个阿强阿枪支甲炮弹落落伫朋友甲台湾无？因为这若拍落，就是变国际战争。你这块土地是美国占领地。这块土地的主人是日本天皇，你若拍了，等于跟美日宣战，所以毛泽东头壳清楚，拢唔敢拍一粒枪支来到澎湖、甲台湾。好，那么台湾甲澎湖这个被占领区的国防爱占领军、美军爱来负责，吼、哦，这国际战争法规定的，吼、哦。你敢捌看到蒋介石穿军装？唔捌嘛，吼、哦。重要庆典会议就职，蒋介石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好，你注意看，美国的头家哈，艾森豪总统访问台湾，伊就爱军装穿甲安尼，顶顶安尼，像爱立正站好安尼。啥物人头家真清楚嘛？其实蒋介石捌穿西装，伊就是。去访问你个菲律宾、甘孜、喏种种好用的是，你注意看，伊出国开会当穿西装，啊、哦，你知影讲伊离开台湾，伊就毋是代理占领军的首领，吼、哦，好，好，所以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的，吼、哦。那么美国总统就国会法令监督，唔敢违法，啊、哦，比如1996年的台海危机，伊若无派两架航空母舰。来过台湾，伊个哦，国会好，甲、哦、提出弹劾，讲你失职啊，马又法律来个判刑哈。OK， 那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地，都敢那咱台湾人有国共，无有这个国民党，敢那愚民的教育、愚民教育被蒙在鼓里哈、哦。以上种种迹象哈。哦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美军还在管台湾，伊要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就是拢穿便服，吼、哦，无穿军装，在雷达站、监听站，哦啊，渗透伫各行各业内底，吼、哦，所以国民党若想要动乱，要跟国共合作，美国拢谁知影？现在美国即卖拢会袂当较。高科技的这个技术，这个军舰也好啦，哈，啊，就像飞行机即卖要安提升，咱即卖提升变 F-16V， 这是全世界上新上强的 F-16， 哈，拢到上新的雷达距离顶管，哈。好，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占领中，哈，只是拢无穿军装而已。好，那么，咱来看其他国家自治建国模式探讨。哦，你来看美西战争。哈、哦，那么西班牙战败在巴黎，签在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啊、哦，这类似台湾。哈、哦，台湾也被放弃。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跟关岛和美国。那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独立。哈、哦，那么咱来比较古巴跟台湾的经营，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哈、哦，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敢那殖民地才会这样独立。那么台湾不是无主的土地，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无法度割出去，无法度割让出去啊、哦。所以袂这样，所以台湾独立无理由啦，哈、哦，无法源，哈、哦，这块土地有主人，哈、哦。好，这里、個、哦。时间未够，
做对要讲的都无时间哈。好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哈。那对这有兴趣的，这样把电脑做一套我这个简报系统哈。多谢各位，多谢，谢谢。